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三个有一首歌叫《三个爸爸》，还有另外一首那位太太，那位太太也很好。我以为说这两首会比较厉害一点，就没想到是这一首，就没想到就这首就哦。那两首也都是歪歌哦，都很歪。那位太太那个怎么唱？前面那位太太，就过来就过来，让哥哥来给你一点爱。我有一根香蕉，掏出来，掏出来，这是我要给你的花。哎呦！欢迎大家来到第一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现场。我是主持人陈安典，我是主持人露露。Hello，Hello。很开心，我们现在呢看到的礼车第一台即将要进站，我们要欢迎到的是第一位入围金曲奖的男歌手。是。这位呢可以说是最近炙手可热，网络讨论度可以说是百分百。对。八大熊，他是连天王阿令都是要作为他跟他一起 fit 的一位歌手。对。原住民的幽默洗脑，然后呢在五天内就突破了200万的观看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神曲重现。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那天经过你的家里，看到你晒衣服，你可爱的脸庞让我心脏来蹦蹦跳，头上美丽的纱衣架，高贵的蓝白拖，还有粘在嘴角性感的槟榔渣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不小心经过你家里，你又在晒衣服，又在晒衣服，你老公还没有回来，我心脏在蹦蹦跳，蹦跳，感觉可以发生什么，只要再来一首。可是喝到了最后，倒下的都是我。我想问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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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你还好吗？我不在那几个小时，我只想问你这一句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好，对，八大熊，你好。会不会是因为我这个全台湾呐，去环台起重机，就是这五天，你找一个人涂黑来噎我。没有，我也没。先跟你讲，你们两个差不多肤色，你本身的肤色的，他的肤色，花莲人，这个是假发吧？是是是，假发，假发。这个是 MV 的造型。哦 ，MV 里面造型就对了，造型的红嘛。哎，这有没有有想过说，因为一首是这样的爆红呢？你自己怎么看待这首歌啊？我怎么看？我也不晓得这个歌，然后怎么会突然爆？因为我们刚开始
再做一些别的歌曲。我们有三首歌曲，三个爸爸。对，你三个爸爸。没没，有一首歌叫三个爸爸，有一首歌叫三个爸爸，还有另外一首那位太太。那位太太也很好。我们以为说这两首会比较厉害一点，就没想到是这一首，就没想到就这首就哦，所以您是一个创作团体，就是其他那两首也都是歪歌哦，都很歪。那位太太那个怎么唱？前面那位太太，就过来，就过来，让哥哥来给你一点爱。啊，我有一根香蕉，掏出来，掏出来，这是我要给你的花。哎呦，香蕉，你看看，还有都是这一种，就对对，也都莫名其妙。所以他们整个是走偏锋的，对吧？对，对不对？啊，后来阿令还拍你这个，这真的是阿令，真的吓到。阿令怎么拍这个？那时候导演哦，没有跟我们说，对对对，制作人也没有跟我们说，你也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的。对，我们去到现场看到一个女生，这个是不是阿令？对，背后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少妇之类的。波洛妇女，这真的是阿令啊？对啊，阿令，我刚刚以为是张秀琴呢。再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背影，而且他就只露出三秒，最后才露出来。你看，哎呦，把手放下来一点，真的是这个是。哎呦，啊，真的吓一跳，我吓一跳，真的那天NG好几次。哦，啊，你有跟他讲吗？对呀，有那一句，你有跟他说？没有，我说我刚讲什么？放进去一点点。没有了，放进去一点点。只是歌而已，只是歌而已。啊，你也真谦虚，那 pose 摆又不用负责任的，放进去一点点。下，怎么唱片公司还会找这么多人跟你一起演啊？对呀，认识这么多大咖，你是不是很有钱？你没，其实很有钱。他们这么大咖都是那几些可能我的好朋友有在那边工作，对对。然后我刚好是有搭到那个，因为他们要找原住民的合音的。是，对对，就找上我了。八大雄好像很粗犷哦，红了呢，脸上有两个酒窝呢，很可爱哦，很可爱，可爱的。我只有这个两个可以看的。我们也没有看其他的。现在红了有没有不一样？我之前做工地的，到现在就是工地没办法做了，比较少，辞掉了。对对对，也不是说辞掉了，先看看这次有没有可以走比较久一点。这一波了，看看这一波了。对对对对，他的创作理念呢？这个比歌词还要歪，因为这首歌曲编曲的时候，就是以前有我们的那个邻邦歌啊。好，有一点有唱歪的也有，那个森林里面林班，对对，林公林公一些歪歌，对对对。然后在有些聊天的时候，也是会想到说要约朋友，怎么那么慢就过来，然后打电话过去，奇怪，怎么还没过来？你们都平常都在讲这些啦，讲一些干话啦，对啦。男生就这样啦，电话打很久，过了一会儿他接起来，我们就。你怎么还不来？对，这么久还不来，厉害，有办法一边接电话呢。有，技术很高超啦。你跟Sakino你们认识啊？熟啊？对，认识了快二十年了。那你现在红了，要把它撇掉。他是把我先撇掉的，先下手为强啊。没有，他先出道啊，对啊，他先出道。对对对，你们是一起组过一个团，对对对，八十六啊，对对，我们玩了差不多快十年，没想到玩不起来，对，常常被人家你们玩团干什么？玩团？对啊，团干嘛？这没赚钱，你干嘛？啊，玩团你是在里面负责玩什么？哦，我主唱。很多人就说，好听啊，好听啊，对对，谢谢。副唱啊，他那个谁啊，那个萨基努负责什么？他是那个什么？他是打那个三枪。三啊！在里面负责，在团里面负责打三角形的那个铃声。三角铁，这种东西还需要人工。然后还用一点神秘粉嘛，因为他爱说笑话嘛，对对对对，给现场有一点点的。一点点热场这样，效果叫做八扎六，八扎六是什么意思？借的意思，借钱的意思，借。那天连团名都那么幽默。